看这边，我再把它录制下来。哎呀，这个就是现在同学最喜欢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发现很多同学哦，拍照都是这样，结果最后以后你们在看照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找不到本尊了，都是我分身。好，那我们换别的同学来讲讲。来，哦，这位同学，你看，这里边要的被哪呢？有无？就被同化了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位同学也等很久了。他刚刚说他才参加完主播比赛，难怪那么专业。好，啊，还有谁要上镜头的？自己，来来来，这位老师哦，不要太客气哦。对嘛，你看，这样我们是就上镜头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先挂断了哈、哦，挂断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。